我都喺度反反复复喺11、12啊呢啲区域度出现啊！但好彩嘅，再赢就两粒星。索尔对上古尔丹，你的灵魂属于我。为了末日锤，起手二三都 OK 嘅。但又先手都系换一换啦，跟住点知系越换越衰嗰啲嚟嘅。你好啊，朋友。又去玩咩啦？去跟住小兵落去。呢只小鬼一只好难解嘅嘢，而家 nerf 咗噶啦，已经减弱咗。都挺麻烦。介意我甩须吗？完工了。因为每一弯加一血，其实你好，佢好劲啊！你嗰啲起手嗰啲牌，可以讲靓啊！又系挨打啦。閃電風暴，呢彎唔出住，諗一諗先。如果要出嘅話呢，要希望呢兩隻都係其中一隻打到三啦。如果唔係，一路滾落去呢，就一發不可收拾。不错，跟住小兵落去。系啊，两只呢啲预咗噶啦，出晒咯，冇得手快啦，系。你好啊，圣光会护佑我。你好，完工了。你好啊，朋友。因为其实一路都踢牌啦，前期踢牌令到佢更加少 cross 出到其他嘢嘅，但一定要想办法搞掂佢。你好啊，呢一弯就要搞掂佢。你好啊，妖术，召唤只图腾。你好啊，够啦，讲咗好多次你好。已经唔视为佢系好有礼貌。要解嘅啦。望天干。剑无虚发。开始越嚟越麻烦。火元素系一个好嘅选择。呢个有3 HP。俾返啲压力佢。咁我仲有一隻坦，佢都暂时都未打得穿嘅，我有23血，都系呢张闪电风暴够用嘅。咁要解噶啦，6 cross 需一隻 all in 定点咧？一排，咁样咧？有两个选择嘅，苍蓝龙打呢只打脸啦，苍蓝龙自己勾呢只3 1 3。我要考虑，睇下抽到啲咩翻嚟。闪电风暴咧，但如果我唔打佢，打弯佢变成死血，呢个系一个好嘅，好麻烦。我唔打佢，系咯，佢解嘅，呢个佢下弯都解我，唔打啊，连俾啲压力佢。前往北
劣迹。嗯。哎呀，我刚刚想起你。冲锋，没错，扣一扣牌。咁呢所有嘅血量就做得好。召唤一只图腾，睇下系咪发射图腾，系就开心啦。冇配元收，先变风暴。完工了，咁啊！第二次解晒你场上嘅所有牌。难嘅，唔可以再俾佢再 tap 咁多噶，十八点，佢继续充电啦，佢先得唔充电，即系俾佢有啲怯嘅其实，可以做阿古斯又得，呢个时候我需要一张牌，定系苍蓝龙抽咗张牌。可以选择上阿古斯啦，跟住 tap 一个图腾，然后闪电战啦，唔晒灯啦呢啲，苹果放在人的头上，光天干。咁十五点呢一刻，其实可以应该 end 得佢。九十二点。睇一睇啦，任务应该大得七七八八。喂喂，我靠！